做老爸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。你有什么艰难的？你做爸爸意思？哎，我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放下来。你怎么了，小安姑？又不要爸爸抱，又不要爸爸抱。让妈妈先吃个饭啊。你先吃饭吧。你有什么可艰难的？你都出去一下午了，现在才抱了一会儿，你就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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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撑住撑住，只要不哭就行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抱抱抱抱抱抱！以前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就没朋友了。以前挺多交集的朋友，现在都没办法交，没办法来往了，一直要带小孩。本来就没什么朋友。虽然说也是哦，一巴掌都数得过来。你今天不是刚去跟人家玩了吗？好不容易啊，我过来这边多久了？一个多月了，我才跟别人玩一下。那我呢？哎，也是。我一两年了吧。还是你要惨一点。现在我只能把前面的空调打开了，后面旁边这个开大车的师傅回来了，一直在给他的柴油机暖机，那个出风口呢刚好就对着我们的空调进风口，一下子整辆车都是那种柴油的味道，呛死了。这么不好讲话，不好讲话，不像是个好人，别人说的卷毛都不好讲话，看来是真的。哼，140升的水箱，竟然我们一家子也才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就用完了，真的好痛苦啊！你有加满吧？加满了，他是路上一边跑一边走，漏了。对，漏到还40%的，这个水箱也不太科学。好像也挺扛晒的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加水的地方了，有地方还不给加，说是不知道怎么算钱。啊，赶紧把这个洗衣机也全部打开，能洗就洗吧。就是别人也要赶呢，嫌这个车子占地太大了嘛。也有的那些不讲究的就搞得那到处张里巴气的。最近大酒店对面那里啊，那里停，现在人家围起来了，人家开房子那里。围起来，但是他房车可以开进去停，之前不行。以前那个龙舟广场那边啊。以前可停，现在不可停了那里。张明如影了，他们一来就是棒棒爷一个爷，他来搞饭吃啊，搞什么，搞得脏脏的，不打扫就走啊。人家就不停了，那东北的那些开房车来的那些，他那龙津广场那里停了多少天，有些一两个月的在那里，那搞饭做饭啊，搞什么的都不帮打扫啊，还不打扫？不打扫，脏脏的搞砖，洗路了，到处的是，都要回去了，开车就走了，不打扫，对，人家就。停不回起来，不肯停啊！所以人家讨厌嘛。搞得大家都没办法玩了。东北那些，最不讲理。不是以前那里可以停30-40张，他们这个。是，以前什么都方便呢。刚才应该是闹觉，想睡午觉了，就一直很烦躁，谁抱他都要哭。睡着了，小可爱。你先不要上车了，我先把车开过去。我找个尽量有 WiFi 的地方吧。我来了，上去吧，小公主们。所以说这辆车子的水箱没问题，就真的有鬼了。一边开就一边漏水，从那边一直漏，我掉个头，掉多远它就漏多远。这些都是干净的水啊，车底下全是水啊。只要一动它就会漏，不动的话它就不漏。
漏水啦，漏水啦，全部都漏水啦。没人性啊，没天理啊。现在外面30-40度，去吧，去开空调吧，去过好日子吧，跟女儿去过好日子吧，不用理我的死活。这个风扇吹下来的风都是很热的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们两个一定要过得快乐，知道吗？要过得快乐。完了，两个人都没好日子过了。上车，上车，开空调给闷热的。就很愁云八百。最近他躺的地方都黢黑呀，他躺的地方都黢黑，就不是个好人呢、啊，娇生惯养啊，一定要住大别墅，不住都不爽。现在这边的别墅也挺便宜的，这么好的环境，一天也就80块钱、100块钱，出了名的别墅区。肯定不是有别墅住啊？应该有吧。这个叫别墅酒店，就一个房间给你，还想住别墅？那啥，欢迎欢迎材料。帮盆脏了。嗯。安排同一系统。嚯！这是什么树啊？我不知道。好像很多年的样子。反正很大。丽琴说这个也挺不错的，这个沙发一看就知道很厚重，应该挺贵的。好，密码的话就是6-6-4-6-4-8。你叫什么吧，不报了吧。真的有点夸张哦，这么大的房间82块钱。80啊？80啊。啊？这么便宜？它的逼格超乎我们的想象了。你不要摆出这么痛苦的表情给我。给他把空调给续上吧。我抱了你好久了哟。嗯，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下面刚刚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很厚的那个沙发，它不止3套，它里面还有2套一模一样的。太恐怖了，应该他也会拿来卖吧？把一套都。最少几万呢、啊，上10万都有可能啊！这么厚的木料，我说是不是红木的？如果是红木的，10万一套吗？在客房里面也可以喝喝茶，看看外面风景。外面就是一套一套的别墅群，其实我们也是住在别墅里面，真的相当划算呢、啊。不关我事啊。嗯，怎么搞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吊在那里吧。要跟他们说一下哟，不然以为是我们弄坏的。有空调啦，小宝贝，心情一下就变好了。闻到了？你说歌声？冒烟。现在等于差不多一毛。床单上面的毛啊。嗯，那套床单要扔吧。对，它估计用的久了，它会掉毛。对。宝宝脸上都有。一点点。粘到了。现在来版纳玩就是这么恐怖啊！我跟丽琴还是感叹，比我们住的民宿还要划算。民宿得50块钱一张床左右，这边40块钱一张床，只不过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包吃包住的服务，应该是没有的。应该没有。应该没有的，40块钱一张，怎么算都划算。我还想说，这个床怎么看起来像没有1.8米的样子？嗯，原来是房间太大了，衬得床变小了。真的是，
躺在这里一家三口都够了，更别说其他的。小宝宝这样就不哭啦，他主要是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环境，不然的话他就受不了了。就是因为以前住惯了，住惯了大房子哦，小的都不喜欢了。随便翻滚吧，想学翻身你就学吧。真的是上来之后他就一句话都不逼逼了，太现实了这个人。让他慢慢玩吧，还是大床好啊，我这里也是1.8米，他那边也是1.8米，三个人都能睡得很舒服，我在那里就太憋屈了，又没有空调。话不能这么说啊。尽管是1.8米一张的床，你也不是一起睡。那你们空间也大一点呢。你跟妹妹睡好不好？要我一个人空间大一点。我睡沙发吧。太现实了，在车里面就怎么哄都哄不好。现在丽琴就整个人都很放松，甚至脚都可以翘起来。太现实了，啊！你太现实了，自己玩自己的了，他都不用管了，我们两个也自由了，感觉80块钱解决了所有烦恼。妈妈，真的超级现实的。哎，所以说，穷养儿，富养女啊，真的是。要花好多好多钱啊。好了，先这样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啊，他也摇手了。